十度，就在5:30。5:30来看看排骨，刚刚焖的有没有熟，有没有煮烂一点？哦，冬瓜已经烂了。冬瓜有烂，冬瓜熟熟了。这红萝卜，红萝卜有了，也是有熟了。这个排骨呢？排骨看看，加一块起来试看看。放在碗里面，这里。试试看有没有烂。有哦，骨头可以分开就有烂了，可以了，这夹得开就烂烂了，好，可以了。有烂了，放回去，烂了，现在没有咸，加盐巴。加盐巴就可以了，其他不用加。盐巴可能要加1汤匙，1汤匙半。2个半匙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过再加。再继续给它焖，这个是姜，要不要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咸？我看有没有咸，还好，再一点点，可能这咸咸的不久，好，可以了。再焖，继续焖，盖着。那现在要准备先来切高丽菜下去泡。准备晚餐，5:30。